动画《蜡笔小新》长红25年，不但主角人气超高，现在就连爸爸演员广志也拥有众多粉丝，甚至红到拍广告还接受专访。野原さんは商社の係長、新築庭付きの一戸建てをお持ちだそうで、勝ち組じゃないですか。啊，いやいや、勝ち組だなんてとんでもない、普通ですよ。小新爸爸很低调，不过火眼金睛的网友早已迫不及待起底整理了历年片段，推算出演员广志年薪约在650到1000万日元之间。休日にお仕事するようなことはありますか？めったにないですね。还有神通广大的粉丝查出位在埼玉县的演员家，两层加起来超过26个榻榻米，等于50几平，完全是人生胜利组。広かったのね。相较之下，哆啦 A 梦里大雄的爸爸也比大柱似乎被比下去。なくなったらまた買えばいいじゃない。ダメダメ。これは社長にもらった高級な酒なんだ。高くてとても買えやしないよ。不过无缘画家梦想，最后在一般公司任职的大雄爸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因为他在寸土寸金的东京练马区月见台拥有这座独栋豪宅。与大雄爸同病相怜的是我们这一家里总被花妈抢尽风头的花爸。哎呀，三人去！低调到几乎隐形的花爸，同样在小公司上班，住的却是大楼，收入似乎不高，但似乎比这一位好一些。私お父さん大好き。お父さんもマルコが大好きだぞ。有没有发现小孩子爸爸殷广志总是躺在客厅看电视，动画播了将近30年，从来没有一集在工作，尼特族之说不胫而走。但有死忠粉丝从作者樱桃子的写实笔锋推断，丸子爸其实就是作者的父亲，不然怎么住得起静冈县清水市这栋大房子。少女時代描いてるっていう漫画だから、アニメだから、八百屋だよね。虽然这些卡通老爸的身家调查只是铁粉的整理，并未经过作者证实，不过老爸们不但在动画里频遭妻儿欺负，现在连收入也被起底，让人大叹老爸难为。三新闻综合报道。